早餐吃到饱，居然只要99哎！哦，那包哦，这碗挺大哎，芝麻包料很多哎，好开心的一碗哦，这好好吃哦。打开，我是平价天后瘦阿妹。是的，我现在人呢在新北市的三重，有没有看到呢？我今天第一次呢在我们的国小这边做开场，莫非需要去吃爆营养午餐吗？我没有这么残忍跟小朋友抢饭吃。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来去吃早餐。上次呢，感谢大家对这个188价钱的然后惊呼连连呐、啊，但是呢，现在我找到了更厉害的哟。这个价位呢，连我都傻爆眼。当小编跟我说的时候呢，我还不太相信你在骗我的吧？因为我今天能介绍这个早餐吃到饱呢，居然只要99哎！虽然说呢，这边是三重，是离市区比较远一点点啦，但是你只要坐捷运到了三重国小，再走个大概10分钟，它就会到了。那么呢，至于99可以吃到什么丰富的早餐嘞，我们就带你去看看喽，走。好的，走一走之后呢，就到了，就是这边，它就是无所不包的自助早餐，吃到饱。来看看这个价位，来来来来来，这种有没有99元吃到饱？而且呢，自助早餐呢，它现在是试运的期间，只要99哟，而且呢还不加服务费。而它的营业时间呢，会从早上6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场呢，我就从早餐吃到午餐，再吃到晚餐，一直到8点为止，好棒棒。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。好啦，然后呢，我带你们去入座看一下，到底今天可以吃到的品项有哪一些呢？啊，有冷气真棒！99元的早餐就有冷气。好啦，老惯例了，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buffet有什么东西呢？来来来来，首先呢，我这个饮料控怎么可以没有饮料？他们家饮料就有4种哎，咖啡、冬瓜茶、奶茶还有蜂蜜绿。那另外呢，早餐一定要吃什么呢？像我就是想要来个中西合并，所以呢，既然有一个西式的饮料之后呢，来个中式的东西，首先映入眼帘的这锅北崩，大家北崩一下看一下了吧？来，这么大一咖，爱吃中式的就是吃这种锅。对，而且为什么要看北崩呢？因为它旁边有什么东西呢？来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的最爱就是这个。哦，要修。来看，尾巴，尾巴有没有？哇，油油亮亮。来个10碗。呜呼！我真的好想来个10碗，但是我怕大家说99块，你要把电视给吃倒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没有那么过分啦，好不好？今天主要是为大家介绍嘛。那再来，有些人如果不喜欢吃白饭的话呢，他们家很贴心，因为有些人喜欢在早上的时候。不要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有些人不喜欢吃北风。还有什么呢？哇，怎么可爱的小勺子啊！它还会帮你准备粥，让你早上可以暖暖胃。这超适合在冬天的时候来上2碗的。然后呢，它的配菜也非常非常的有诚意，因为呢，它的旁边呢会霉的就有这么多种哎，有牛蒡，一大早呢就帮你顾好肠胃的健康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比较喜欢吃重口味的话呢，它呢还有泡菜这一类的腌制的小菜你可以吃。但我个人最最喜欢的话呢，就是有肉松，然后呢还有我喜欢的这两个有面筋。还有这个豆枣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这个99块值得期待，因为呢，店家有的时候呢会随着季节的更换这个小菜的菜色，所以呢，不见得每次来都会跟我吃到一样的品项哦，好不好？大家如果看到不一样，请不要紧张。那另外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外面的包子到底有哪一些，它就那个一大蒸笼在外面，让你感受到每天真的都是新鲜、很脆、很出炉哎，你去看一下什么口味。好的，而且呢，他们家连包子有那么多哎，葱肉包、纯肉包、芝麻包，然后红豆包、花生、地瓜跟馒头。那里面呢，为了让大家呢早上不要吃的太负担，又可以吃到很多种，他们家的包子很可爱哟，你看看，小小哇，在小小的蒸笼里面，哇呀哇呀哇，怎么这么可爱，跟一朵小花一样？什么要用台子？刚好我们隔壁不是又用台啦。好嘞，看完这个之后呢，我再跟你说一下，再帮他好好的介绍。他们这边呢，要跟大家说一下哦，开幕期间目前呢是试营运，所以呢之后的价位会不会调整呢？店家会保留调整的空间。那平常的用餐时间呢是45分钟。这个怎么这么可爱呀？它也可以外带，真的耶！哎，也可以外带耶。外带的话呢，4个包子饮料或者8个包子饮料90块，还有卤肉饭。同板价，好便宜哦！为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啊！我哎，
为什么离我那么远？我会换个台词的。详细的介绍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准备去吃饭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大家取餐喽。啊，所以我们就拿自主，对不对？重复使用嘛。好的，一大清早的喝个奶茶吧，合情合理。不清早你也喝奶茶？我也喝奶茶。奶茶怎么会分时段呢？喝一下。柠檬的奶味，还带一点点蜂蜜香哎。哎，这有加蜂蜜吗？没有，就是本来就一早胃酒还没洗。这就，就剪掉吧。哎，这有加蜂蜜吗？没有，就是。哎，这有加蜂蜜吗？没有，就是。哎，这有加蜂蜜吗？没有，就是。有没有考虑去高雄开呢？嗯，好像有。真的吗？真的会吗？他们后面是一个机房。哦。缺干女儿吗？那我。哇塞！哇塞！开心的一碗哦，少一味了，少个辣椒，辣椒哦，满满的，谢谢你。这是少的那一味啊，真的无辣不欢，怎么可以没有辣椒？哎，这辣椒感觉很棒哦，不是咸，是辣的那一种哦。嗯，哦，自己做的，哇，好强哦。等下来试一下这个辣度如何？你们先弄这小鱼干去弄香的耶。虾皮，哎，植入性广告，并没有。老板希望那个虾皮去提升它的香气，再来一匙。老板自己做的，我们多吃一点。好，先坑边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夹小菜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用这个餐盘去外面夹肉包，记得不要给人家那个就是弄太多的餐盘，我们去外面夹。那么呢，我每一种都帮大家来试一下口味。哇哦，白得漂亮哦。哇，这么多种包，帮我们来个花生包吧。哎，跳过上面那个，我们要休想。我们有要按顺序吗？好了，等一下补吃，等一下补吃一点。等一下我们再来夹，因为呢包子就趁热吃。好，这是我这一 round 要帮大家介绍的美食。先来一口，辣，哇，辣卤饭。哇塞，最正统的台湾的早餐就是这样吃。哦，哎，这辣椒真的是有辣的哎，很辣很香。这个怕吃辣的话，要斟酌要斟酌。我的辣度大概有到四吧，而且它会麻。嗯，好吃。因为它的花椒的辣会让你的舌头有点麻麻的，这样呢香气会比较够。因为我喜欢吃中里面有加那个花椒油的香气，我觉得会比一般的辣椒来的更好吃。哦，好吃哦！来个几碗，吃完后面那一锅，我就可以。你们会有客人自便挖工来，然后吃你们家的肉麻粉吗？最多有人吃到6到8碗，最多6到8碗，我要不要挑战那个极限？啊，算了，我们不要为难自己。这个好好吃哦！我要被人家说你浮夸了，但是真的很好吃哎。那就是你爱的，嗯，满满肥油的那种，然后又有肉燥，又有辣椒，这真的是我的最爱啊！哇，这如果早上刚好隔壁的国小。带这边吃早餐，然后再去上课，一餐妈妈也是花你不到100块，多么的划算！啊，再来个奶茶，完美。哇，这个葱肉包，那我们来看看内容。哦，这碗挺大哎，跟你说这个要怎么吃呢？就是你自己的 style， 对，不是大家都这样子。来点辣油，一大早嘛，不要太辣，不要太辣，几滴就好。后面有客人，不要太浮夸，不要吓到后面的客人。麦克加的，嗯，我就是爱这个滋。我看看，让我点赞看看，下半场人就不在了。哇哦，好吃！然后又有你爱吃的豆浆。嗯，啊，这边如果是离我家很近的话，我就会为了他而早起，每天要报到。啊，老板就要收了。有人说，嗯，那这样高雄不能下去，高雄决定不拓店了，下去很快就会结束，怎么办？哎，没有，重点是台北大王更多哦。老板在台北更危险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里面呢，我们现在包点东西好不好？来，来包面筋，多么的迷你版。再来个把手，哇，创意料理，对，老板好满足哦。
老板，我想跟你聊一下，哎，来来来来，有没有夸赞你们家的辣椒很好吃啊？对，这我们都是手工自己做的，所以每天都是有限量提供的。哦，对，所以你们家的辣椒大概多久会消耗光？很快，都很快。对，那么在这么热销的情况之下，有没有考虑做个限量贩售这件事呢？之后可能会在我们门市里面会贩售这个辣椒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现在给你我家的店到店的。seven days， 因为一般大家都用黑米耶，你们怎么会想要弄虾皮啊？因为我们这个都是纯天然的，它就是用这些食材下去做提味，不是靠味精或是鸡粉这一类的东西，那相对的保存期限也比较短。对，所以就是没有大量在做贩售，但是之后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个克服掉，然后我们用大量贩售，比如说用真空的方式、真空罐的方式来装罐贩售。好，值得期待。我觉得目前这是你们家的辣椒，如果有出，我一定会买的那一种。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咋了？吃个早餐，每次都在问人家辣椒要不要单卖？啊，很好吃啊。我是帮大家谋福利，因为吃到好吃的辣椒很难得，一般真的吃到要么就是只有辣没有香，或是只有辣但没有麻，这是麻辣香都有了，怎么可以不吃一下？嗯嗯，为什么这么快就把我的主食都吃光了，情不自禁。哦，它芝麻爆料很多哎，哇，嗯，满满的，很满哎，真材实料。我蛮少看到这么小一个 size， 但是料是这么多的，好吃，真的满口的芝麻香，但是不会到太甜。这是什么？花生包。没有吃过花生包。哦，也是满满的料。慢慢的呢，它不是外面那种磨到很泥的那一种，里面还带有颗粒，这应该很香。料真的很多。一咬下去，它的料就不揪出来了，而且不要太甜哎，大概都是五分甜的甜度，不容易腻哦。很可惜，哇塞，但老板比较亏哦，不容易腻的情况之下，大概多吃好几口。我觉得我那天弄碗巴色粉，我真的没有要多吃的意思，但是不小心就吃完了，然后再补一碗巴色粉，好苦。这个温度就对了。好，有了辣椒粉之后呢，哦，还在冒烟，还在冒烟，哇，太香了，嗯，太烫了。这罐在我旁边不小心的一直想加，一直想加。那个辣油遇到热的这样拌一拌啊，它那个花椒的香气就哇就出来了哎，这拿来拌面一定很好吃。一早吃这个真的是太丰富了，嗯，哦，好脆哦，有够脆，再一套。老板还有问题想要请问你一下，这个事情呢真的很重要，帮大家谋一下福利，想要请问的，就是我们的试营运的期间，你有大概一个日期吗？大概到什么时候？目前我们暂定就是还没有公布这个日期，嗯，但如果未来如果有可能价格调整的话，搞不好东西食材还会再做升级。哦，对，所以之后如果说调价钱有调整的话呢，食材跟丰富性还会再更多元化。对，好荣幸的店家。要不要去高雄？我跟你讲，北部大家玩起码十个，你行李拍着；南部目前只有我跟阿冠，你行李也可以喝着。高雄欢迎你！好，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太佛心了。对呀、啊。你这佛系营业。老板，你要撑下去哦。充满了压力。你要加油哦。如果会把我吃倒的人跟我说，我要加油。难得你要先扫完，然后我以为要留一点配稀饭。嗯。配稀饭再加。因为有点太好吃了，那爱吃中式的来这一定疯掉啊！真的，哎，现在就是人潮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中式早餐随便买一买都超过一百。现在光是不管是中式还是西式，我去买个早餐，我很少不破一百的耶。来这里吃，然后一块拿去零钱捐，真的完美。哎，你包子刚刚都吃过了没有？还木有？他有故意跳过，他不敢的。红豆泥，哎，大家怎么这么了解我？既然连我妈都知道我不吃红豆泥了，宋妈妈有在锁定我们的节目。你那么抓泥，我知道你不吃红豆，看节目才知道。因为通常是宋妈妈给什么我们就吃什么，不能挑。因为宋妈妈跟食物比起来，宋妈比较可怕。抓我！好，我们再去夹第二 round， 走。超好吃，便宜到北吃，谢谢。
我们刚没有偷塞小费哦。看这边，还好他们的两个三个吧，我们一个就好了啦，留点给别人吃呀。还有很多哎，你刚才没有客气，客气了哎。哎，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多吃一颗就让你多吃一碗卤肉饭。我吃稀饭。哎，这个葱油包好吃哎，我想要再来一个。纯肉也是哦，它的纯肉我的妈加辣椒酱真是好吃哎。好，就咚，清澈的一碗粥，耶，热乎乎的粥先来吃。我小时候喜欢吃肉的时候，还喜欢吃另外一种，就是里面有尬海苔的那种。有钱人家吃的，是这样吗？但还是肉松啊，只是它有海苔。对，每次我们去菜市场买，我都选那一种。我好想来个偷刀。你只有花生包加进去。照老板这样讲，还蛮值得期待的。如果说正式营运调整价格，可是他会再加东西。对啊，我在想一定还是平价为主的。那基本上我们今天吃的八九不离十，不会变动太多，然后呢只会增加不会减少。哦，煎荷包蛋啊。哦，如果真的有的话，我们再来拍一次。开到旗舰店。哦，高雄欢迎你。加盟啦。高雄住线比较便宜哦。加盟专线啊，你自己来。加盟。哦，我们可以合资。然后你找你一个就好了。有开店，然后老板自己吃到。老板今天有没有什么？没有。老板，老板不，没有。什么时候还有？老板不在家，那就有。我看你是先从那个卖辣椒酱开始。哎，我真的想要做辣椒酱哎，要不要投资？我想投资你的益生菌。赶紧找生技公司跟我合作一下，总都没有要跟我研究一下我的肠道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吃包子。我们把两个内馅都打开，让大家比较一下。它的纯肉跟葱肉的话呢，你肉眼还是看得出来，里面一个是比较大肠啊的，那但是味道很多，毕竟有的人可能比较怕那个葱的味道，或者是担心一大早吃那么多葱会口气不好，所以呢不用担心，这个比例抓的还是挺好的哦。好吃就对了。哇，哎，老板，你这里出麻辣包哎，有麻辣包吗？又被你挖出来。他很想加的。我超想了，以后早餐自己吃不用怕。哎，有我在可以保证什么呢？保证没有隔夜菜好吗？每天直播直接剩下了。但我是要哭还是要搞笑？每天这样直播代表生意不太好哎。结束营业一个钟头内，每天开始开直播。我们今天打算了什么呢？怎么讲就有点心酸。哇，如果我是麻辣包的话，一定买翻。现在还没有吃到，我们先自行弄一下。就是好吃到你每一口都想要拌辣椒。哎，它的辣椒诚意十足。它不是打开之后上面一层油给你，它其实打开之后满满的面都是料。有些面摊啊，他们的比例的话呢是油比较多，那你那个辣酱可以拌的话会比较少一点点。然后把它们再诚意十足，它的油呢只有浅层，里面呢90%都是料给你用。太好吃了。介绍吃早餐，都在讲辣椒。辣椒是画龙点睛的一部分，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菜色是非常的好吃的。接下来看看我今天拿的是什么包呢？哎呀，地瓜！哇，大，满满的料啊，好好吃啊！还没有吃到大魔王，你又把它放在后面吃，你果然是口是心非，没有，你就是爱。没有，我还留一口冬瓜，还留一口冬瓜。好吃的放最后。没有，大家误会了，你地瓜已经超保温的啦，加修。哎，小朋友这样吃，其实分量来说刚刚好哎，小小一个也很可爱。好适合小朋友，我是小朋友。第一次看你分两口吃啊，散热，刚哇，这么烫。我之前想说，今天很乖，就是大概两口吃一个包，今天又有分三口。盖羞啦，盖羞，没开一口啊。关键的来了。赞哦，再吃十个。没，我的耳边顿时响起命运交响曲。又到了蛋黄酥的季节。加点辣椒。没有没有，这个就不要想那么多。好的，
两浪吃完之后呢，我觉得包子类来说呢，我觉得葱肉包真的很好吃，因为它里面的肉呢刚刚好，而它的那个面皮里面呢又可以沾到很多的酱汁，而且很湿润，所以我觉得整个来说是很好吃的。甜的部分的话呢，我觉得芝麻包很好吃，因为呢芝麻本来就是对身体很好的一个东西，然后里面呢给的料又这么的多，满口的芝麻香，我还蛮喜欢的。那如果你来这边想用自助霸的话呢，那根本不用说了，它的霸色粉呢绝对是值得推荐的，因为我个人很爱吃肥的，它很丢 YAB。那么在沾他们家的辣椒呢，就是你可以续碗很多种的那一种。目前它价位呢是99，而且呢不加任何的服务费，所以呢也希望大家看了这个影片之后呢，可以来吃早餐，但是请记得不要浪费，拿你吃得完的为主哦。那是再提醒大家一下，如果之后呢店家的价位有浮动的话呢，内容物呢只会增加，不会减少，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太担心，放心在那边吃早餐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早餐特辑呢推荐给你们，真的很好吃。那么我们让小贝去吃早餐，然后我也还要去续碗。那我们影片就先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